原来不晚，由专注种植牙的国健口腔医院冠名播出。初次见面，他们俩对彼此互生好感。你好，你好，和你相见就够有福的了，心情相当敞亮了，完全就像太阳一样。怎料刚聊五分钟，他就突然转变心意。房子不是你肯定不行，气的就我就不想那啥了。心直口快的他变身面试考官，第一关过了。第一关过了。哎，对对。房子是道过不去的坎儿。国健口腔原来不晚即将播出。缘分不分早晚，只为等你而来。这里是由专注种植牙的国健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《原来不晚》，我是主持人燕子。今天要介绍的是家住吉林市的程国福程大哥。程大哥呢，今年66岁，单身3年了。大哥说，最近呢，为了找老伴儿，婚介所、单身群，包括相亲交友的那些网站呢，他是张罗一个遍儿。但是呢，一年多的时间下来，钱没少花，心思没少费，人也没少见。可这靠谱的老伴啊，一个也没找着。那在仔细琢磨了咱们的节目之后啊，陈大哥报了名。大哥说呀，这上电视相亲又不花钱又不费力，而且呢还靠谱。程国福陈大哥是吧？你好。你好。哎，我是红娘孙倩。程国福66岁，离异，居住地吉林市，退休金3000元，住房面积60平米。这房子是老房子是不是啊？哎呀，这都是20多年。这咋的？这是有一个33年了，陪着来相亲的，这是啊。我是主要看红娘的。啊，你不是为了陪你那个同事相亲，你是来看我红娘的呀？啊，报名都是他给我报的。报名也是他给你报的啊？那你自己想不想找啊？我想找啊，想找，但是没合适的。那你之前是在哪儿的呀？上营林业局啊。林业局的，他是你林业局的同事。是是对呀、啊，林业局同事。哦，就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呗。对对对。哦，然后就这么多年，就一直就关系都挺好的，对对对对。那你是退休之后退休多少年了？今年才4-5年吧。退休金呢？现在一月多少啊？3000。3000多退休金，反正也够花了，是不是？这个问题非常微妙。嗯。你看这3000多块钱，假如我自己花3000多块钱，是不是？好像是，也就是，花不了，也剩多少，是不是啊？你找老伴俩人花，也可以，那3000块钱也那么花，哎，也够。你看那玩意非常微妙，我这真闹不明白。那是为啥呢？你最起码，我不出去乱走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这是一。最第二呢，我不上饭店吃饭了，这我不找老伴，我自己不愿做，不会做饭呢，我就得上饭店吃，我就到饭店吃，我成天饭店呢。我就喝一碗粥，他得赚我几块钱的利润吧？有这个利润都够我们买菜钱了。程大哥跟红娘说，自己之所以能总结出这些经验，那都是从自己每一段婚姻中积累起来的。程大哥不禁跟红娘感慨起来，他这一生啊，情路实在是太坎坷了。可能那命运造化吧。我到啥时候都得承认他是非常好的，可能是这我不优秀，完造成这种局势。我就给你讲一个，这也是个故事吧，也就当故事听，是不是？我在林场上班的时候呢，林场分给我们一家自留地，种前我们俩一起去种去了，是不是啊？完了，等到铲的时候，这荒啊，你必须得铲呐。我说那你就不用去了，那我自己就整了，我自己就铲了。后来我到那一寻思，我可不铲这玩意，我铲这玩意干？完我就上他妈他们家，他们家他妈他们离那地近，我就上他妈他们家，往炕头一躺，那炕大炕，往炕上一躺，呼呼就睡觉了。到中午他妈说，啊，那你不待时间就起来吃饭吧。完我说我不行，我得回家吃去。他回去，他完了回去了，回去到家他问我你铲了？我说铲了，你不用管了。就这么的，完等到秋天呢去收去了，一看种下啥样。还是啥呀？都是因为惨呢，就这样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事情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俩的分开啊。我首先承认都是我的错误，我那咋太懒了？就是，哎，就是我一寻思我上班我还整什么玩意儿，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态。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已经10多年了，如今程大哥再回想起当年的那些事儿，他真的觉得自己这个丈夫做的实在是太不称职了。
错误太多，真的那都怨我，那咱就是不值得，不值得就是呵护家庭这些这里里外外这些事儿，是不是啊？那咱脾气不到的，为什么那么暴躁？他说离婚，我说离就离，那咱我老犟了，就那咱就是脑瓜子就不想那些后果什么的，其实就是年轻啊，真的，我到现在我感觉很对不起他。对于自己的第一段婚姻，程大哥现在是反省的特别彻底，生性懒惰，脾气暴躁，不懂包容，性格倔强，面对这么好的女人，自己非但没有好好珍惜，甚至在离婚若干年后，前妻来找他复婚的时候，程大哥又一次的错过了她。其实离了之后呢，我媳妇还往回求我一回，我也没回去，那咋呢，求了之后我就跟这个媳妇结婚了，我就不能把他带踹了，我在那儿我就完了。你离了几年之后找的第二个媳妇啊？哎呀，离婚长得不得有十多年吧，十多年，我不想复合。为啥不想复合呀？因为我还有这个媳妇，是不是啊？那我要是再把他带踹了，那我可真丧尽天良了，那可不是那回事儿。但最后第二个媳妇这不也没过到头吗？没过到头，他是为他儿子，他儿子出家了嘛。他这个让他儿子出家，他也出家了嘛。他儿子吸毒，家里人不在那，他儿子待不住，他儿子就想往回跑，再跑回来还吸毒。他就为了看他儿子，对，为了看他儿子，宁可自己也出家陪着儿子。对对对，你看这母爱多真伟大。程大哥说呀，用鸡飞蛋打来形容现在的他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从那之后，前妻再没找过自己。2017年，他特别想珍惜的第二段婚姻也无疾而终了。之后单身的这三年多，程大哥的感情世界更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。也是别人给我介绍了不少，但是都不行，不是奔你钱，就是奔你其他别的。后来呢，我们同志告诉我，就是我们这个同志告诉我。他说是你白老在社会这么处了，那处那都，一是伤了感情，二的经济也那也遭损。他说是那你就上这个，原来不晚吧，就是那个电视台这个比较把握。你跟我的标准不高，只要是能按就是一心一意过日子，是不是啊？不到外边那个就是说是胡扯溜拉就行，是不是啊？那至于说岁数年龄大年龄小，我都无所谓了，是不是啊？我这个年龄了，我还挑什么？没退休金呐、离异丧偶啊，什么农村呐、城里啊啥的，这些都没有要求啊？没要求。我这个人是感情非常投入，就是只要是我认证你了，我就是把我心掏出来，我也给你。你要是跟我过，我的工资卡我都给你了，我都不要了。你看我就这么对你人就是这样。因为我自己单身这么多年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那我就是什么我都可以交给你。程大哥的择偶要求很简单，只要你跟我一心一意，我一定会对你全心全意。同样家住吉林市的于淑梅于大姐也有着相似的想法。于淑梅于大姐是吧？我是红娘私妾。于淑梅56岁，离异，居住地吉林市，退休金2200元，住房面积60平米。我天天看这原来不晚，我说我觉得你应该报名到原来不晚，我说我觉得这个节目挺好的，是因为挺真实，然后就觉得哎对，挺替姐妹去操心的，对对对，就着急觉得是这么好的大姐，自己单身过白瞎了，好好赶紧找一个合适的，是不是？在好闺蜜的极力推荐下，于大姐也鼓起了勇气给我们打来了电话。今天的相亲，自己可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的。我之前上班那时候是铁路的。咱是铁路的呀，铁路大集体，我都退休，我45就退了，09年就退休了，都退休10多年了，12年了。平时我就跟我这些姐们逛逛街，天好就上那个江边去踢毽子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就那种毛带毛的这种。就那个就这种毽子，对，哎呀妈，这不是小的时候那种带毛的毽子，对呀、比那个时候好，那时候咱自己做的，没有现在这都是买的。那你这一次能踢多少个呀？我试一下了啊，行，试一下，挺好的。哎呦，我不行，我从小踢毽子就不行。就这踢毽子健身是不是啊？对，你能连踢吗？你能连踢吗？我也踢，踢不几个。看这个鞋不一定行吗？没事，我这刚才。啊，这一看。
看就给我踢。不是，咱俩这鞋不行，但一场你还是会踢的，因为我从小我踢毽子什么的就不行。对，现在真没啥爱好了，就愿意踢毽子。对，我就有这两个姐妹，我们反正都挺爱穿爱打扮的，有时候闲暇的时候就逛逛街，完了平常大部分时间都是就出去走走步了，踢踢毽子了。看得出来性格开朗，闺蜜众多的于大姐很是享受自己退休后每天安逸充实的生活。可是于大姐却跟红娘说呀，别看自己现在的性格开朗随和，年轻的时候自己也是个倔脾气呢。其实现在这个年龄了，好像是性格好了。我年轻的时候我俩就是那种咱东北话就是针尖对麦芒，就是你说啥我也不让，我说啥他也不让。我俩我孩子他父亲比我小一岁，就是我俩谁都不让谁。他小嘛，就感觉他特别什么事他特别不值得包容。我呢就是我总觉得我有理啊，我有理你不承认错我就不让，所以就这样似的，就因为一些事情。而且他还有一个缺点是啥，他还动手。一打我其实我俩吧也不总打仗，但就是他这一动手就是伤心，知道不，就伤心。真正离婚的时候吧还真就不因为啥，就是因为一点事儿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那个他说你不能过就离，那离就离，就是谁也不让谁，离就离呗。完了就像真的是一点都没想说什么孩子呀，说将来啥都没想，离就离，到那就离了。有了第一次失败婚姻的教训，于大姐发誓，女人呢还是得找个比自己岁数大点的伴儿才行。她总觉得比自己年龄大的男人才会更懂得呵护和包容自己。后来找这个比我大九岁，他挺好的，该咋是咋的，就是那种确实是，各方面都挺好的。但是我找他的时候，他身体相当好了，完了也是突然得的脑出血，得完脑出血一年，完又得癌了。完了他死是搁癌上死的。哎呀，那周围邻居都说你说你俩真是的，那个他也带孩子这么多年了，可下找你这么好个人儿。完你说你这对孩子对啥都挺好的，完了你说他这又不行了。那这就都很尴尬。这就是命，这就是命，真的这就是命，这就是命啊。其实是于大姐心里特别无奈又不甘心的感慨。经历过两次婚姻伤痛的她，还是很期待能再遇到一个能给她安稳幸福生活的人的。我还想找最低的比我大三四岁的，我不想找。那最高能接受大多少的？七十的我也认可，就身体要好，七十也行。今年五十七。五十七，大一旬呗，一旬的你都能接受，能，只要这个人对你好，对身体好，只要人好就行，主要是人品好，就是说脾气各方面都，毕竟咱们这个年龄了，不想再过那个你猜忌他猜忌的啊，完了今天吵明天闹，真不想过那样日子。我要觉得要过那样日子，不如我自己过了，我不要求说的多高多帅，不想找那样。最看重啥？我最看重就是人，就是人，他得对我好。身体健康，最重要的就是看重啥，他能对你好，对，能一心不跟我分心，对，我也肯定不能跟他分心。真是，我这个人要是出场了，你也能知道，我这个人特别实，我跟谁都不会分心。但求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有着相似择偶要求的程大哥和于大姐，见面后会不会擦出些火花呢？广告回来，相亲开始。就我家那楼在这儿。你家哪个？这个。他这边一个房子。啊，你家还有个房子？啊。你家在这儿还有个房子？那当然，这。啊。那怎么没在这儿住呢？你这个租出去了吗？还行，你俩就挺有缘。真的。哎，来了。特意给你买水果。哎呀，谢谢，这买一堆呀，来就来呗，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？我说大哥，我一个人能吃这么多水果吗？我说不是说咱们爱小，看他拿东西来咱们就高兴，但是咱通过他拿这个东西，就感觉他对这个事儿比较重视哈。对呀，咱们生人上谁家咱都不能空手，你看不管什么东西买了那么多，是不是人心思是诚心诚意的？哎，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了，您尊就是重视你了，可以这么说。我正式要给互相介绍一下的，程国府，程大哥，这是于淑梅，于大姐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呀，我这么有福啊，怎么的？和你相见就够有福的了，和你相见就够有福的了，哎呦。
好看。就从那个年龄也相中了，从那个就是人的人，这个说话举止都挺好。第一眼的演员还可以，没觉得是那种讨厌，但是一会儿我得跟他聊聊天儿。通过聊天我想了解他这个性格，再一个是就是想，因为我没到他家，不知道他家是啥情况，所以说我也还想上他家看看他家这个房子到底是啥样。就往那茶几上端就行。对，往茶几上端就行。哎呀，这家一次端俩呀，你别整，小心啊，一个一个端吧，小心啊。从内心里看，就每次我相亲嘛，都是我是嘎嘎拿这个钱吃饭，吃完饭收家都走了。你说我就感觉心就不得劲儿似的。其实花两个钱倒无所谓，就是那我今天我迈的第一步，先闻到人家做的鱼香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扑鼻而来，我感觉这心里吧，就像敞开一扇大门似的。两人一见面，程大哥觉得于大姐出得厅堂，入得厨房。于大姐这边呢，也被程大哥的幽默和夸奖哄得十分开心。饭菜刚上桌，于大姐直接开门见山，问起了她最最关心的事情。你家房子多大？50，不到60平嘛。也是老房子。那可有年头，这30年了吧？在哪个位置？在儿童公园。儿童公园啊啊啊啊，知道那个位置应该。这个房子，这房子是这么事儿，我本人吧是上营林业局的。上营，我知道上营。我跟那个媳妇离婚之后吧，那个之后呢，我来到吉林呢，在北山公园呢认识我这个就是现在出家这个媳妇。这第二个媳妇呢？初期两段婚姻。认识他呢，我们俩结合到一起呢。我在吉林没买房子，那是这房子是他的。这个房子是怎么意思呢？这房子是我有居住权，没有出售权。我刚才不说这个房吗？这个房是我这个老伴的什么呢？他老爸那卧床呢，将近2年半吧。我这在这擦拭补尿的，最后呢。完了，他说：“那你俩这房就给你俩了，就给俺俩了。”当时呢，他们走前他走前吧，这些事儿也没办利索。原来啊，程大哥在吉林市是没有自己的房子的，现在的这套老房子，他也只有居住权而已。对于程大哥的坦诚，于大姐表示很欣赏。可是欣赏归欣赏，真的过起日子来呀，还真得考虑很多现实的问题。这房他要是不给我的情况下，他得给我拿钱，对不对？他得给我拿护理费，这一点我有点不想那啥，有点太啰嗦了。咱们找老伴儿，咱往前迈这一步了，咱就是想成家，是不是？咱有咱自己的窝，好房挠房，咱是咱自己的。那你现在这房子不是你的了，你就是你其余的就我就不想那啥了，真的，那就房子不是你的肯定不行。关于自己目前在吉林没有房子的现状，程大哥并不愿意有任何的隐瞒。对于于大姐心里的介意，他也表示十分理解。正因为知道自己没有房子，所以他才愿意从其他方面弥补于大姐。公司这个事吧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咱俩要能走到一起去，那个工资卡我都不要，就都给我，我都不经了，就你经了就完事了，我不管这事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假如说是这个花不够，咱们这年龄吧，不是说是不可以挣钱，也可以挣点钱，这是个优点，对，这是个可取之处。起码说你钱给我，我心情比较感觉舒服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没拿我当二婚，你拿我就是当咱从小夫妻，钱都给你，你随便花。但是作为咱们会过日子，咱不可能随便花呀，咱得考虑咱以后这个日子咋过，是不是？对于程大哥的以诚相待，于大姐显然还是有些被打动的。明眼人也看得出来，程大哥如此的表忠心的背后，其实是对于大姐打心底里的认可。我对他的看法，我跟你说，从不论是从人的长相啊，还是那各方面，是不是啊？是，就生活的质量，我看的都非常顺心的。你要是说他这个人，就是第一，就是演员还可以，他现在出事儿我不认可了。
本身他房子两个房都不是他的，不符合我的标准。至于你以后怎么处理，跟我没关系，是不是？这是房子我不认可了。再一个，那个就说他这个跟他前妻这么过18年都这么不离不缩的，他这个做事风格我也不认可。嗯，我不认可。再一个，他不会做饭，妻子走4年了，他都在外边吃，这点我也不认可。就是说，我不想找一个说你多会做的哈，给我煎炒烹炸。起码说，那我要是有个病灾，你是不是得给我做口饭吃啊？那我要是有病了，我不能做饭了，咱俩饿着呀。这个我都是我不认可的，不行了。在刚才说我那个缺点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他说的非常正确，因为我太草率了，我不是对生活那么认真，真是这样。不成呢，我没有怨人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都是我自己所造成的，是不是？我也就是从这不是从精神上，还从体力上，还从内心当中，没有时间了，哪有那么多时间去浪费了？你说，我们就是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是说成家，就是两人就是能高高兴兴的度好自己的余年，你看那有多好啊？是不是？那有缘我们再往一起走。行，对。要说呀，这程大哥可真是一个懂得反思的人。就比如说离婚这事儿吧，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儿，可是他呢，却把错误全都揽在了自己身上。再比如说这相亲没成，其实啊，这也是缘分的事儿，但是大哥又觉得是因为自己不够好。要说呀，这么愿意反省的人，对未来的老伴儿应该也是错不了。于是呢，红娘想到了之前上过咱们节目的李云芬李大姐，她和程大哥呢都住在吉林市。那性格朴实的大姐会不会成为陪伴程大哥走完后半生的那个人呢？李云芬李大姐又见面了，你这笑声一点都没变呢啊！李云芬63岁，丧偶，居住地吉林市，退休金1100元，平房3间。算起来距离李大姐上次相亲已经过去快1年的时间了，可是红娘至今都还清楚地记得她心直口快的性格。对于上次的相亲没成功，李大姐也压根儿就没往心里去。别说老太太，就大姑娘她还不一定成呢，是不是？那没啥了不起的。那说说吧，现在择偶标准有没有啥变化？无不良嗜好。完了你得一心一意地过二人世界，别今天看孙子了，明天看儿子了，看这孩那孩，那我不找那样事儿的。性格直爽、心直口快的李大姐遇上老实诚恳、愿意为对方全心付出的程大哥，两个人之间会发生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儿呢？咱广告回来，相亲继续。缘分不长久的杨海江大哥，提起王大哥呀，安来不晚，专为中老年人免费相亲。2021年服务升级，节目播出渠道更多，登录爱奇艺、腾讯视频、快手直播，搜索“即是原来不晚”就能看到我们的节目。我们结婚了。2021年原来不晚，电视加网络多平台发布，报名热线0431-8890-1890。来了，听，这屋不错。我正式介绍一下的啊，这是程果福，程大哥，然后是李云芬，李大姐。哎呀，行，谢谢。不行，咋那老？你一会儿摘下帽子，这个大哥耐丑。我刚一见面也觉得他老，但是摘下帽子聊了一会儿，他很耐丑的。除了这些呢，除了长得老之外，这个演员觉得就这个类型，这个身材啊，胖瘦。一会儿聊了再说。想都问什么？我想问什么呀？我想第一点问你，找伴儿有什么标准？现在我那人生的路已经走了一大截了，一大半了，我还有什么要求？没什么要求，就能朴朴实实的过日子，实心实意的过日子，是不是啊？能安分守己的过日子，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。回答的吧，90分，100分给打90分。对，第一个问题，第一点，第一关过了。
第一关过了。哎，对对，就是第二关。第二关啊，行，第一关过了，第二关，大姐，第二关，继续。第二关就是生活的那个业余爱好，唱歌。我跟你说我的业余爱好，我爱听歌，爱唱歌，但是不会多少。你愿意听啥？你能唱啥？你把哪首歌唱出效果来，我就愿意听哪首。嗯，哎呀，这你看，怎么样？这他这个意思你懂不懂？那个红娘，他非常随缘的人。那我今天我就喝出去了。那喝出啥有啥呢？唱呗。那个唱那个《挥杯记》吧。啥都行，我都说了，啥都行。张廷秀未曾说话，先打一躬啊，口尊声王府小姐，你要细听啊。二哥本是家住苏州地，得了，是。就是行，这个味儿还是不味儿行。味儿还是不错，这个年龄了已经都不错了，因为唱歌得常练。这第二关爱好这一关打多少分？80。哦，会做饭会炒菜不？这个我可以真诚的告诉你，不是诚实的告诉你，那我真不会。那咱俩一样都不会，我也是这个呀，俺俩都50分，都一样。这俩人刚见面，不知道从哪句话开始，竟然把好好的相亲气氛变成了程大哥的闯关现场。好在程大哥连闯了三关之后，成绩还是很喜人的。可是接下来的第四关他就没那么幸运了。继续闯第四关。你那房子呢？多大？这房子现在可是有点数。咋的？没有房子？没房。啊。我现住这个是，我跟我媳妇儿，这是我媳妇儿哥自己的，所以这房子的情况就是这样。咱们实话实说，我也不藏不掖，哎，咱们不闯关了，就是关于这房，就是这是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房子上问题挺干啥，我这个必须得呢，把它解决了。这个我得去找他，找那个就出家那女的，把他解决了。嗯，整房啥呀？那拖拖拉拉的，那他就处理呗，处理完再说呗。他那叫含着骨头露着肉那种为人，那种处理事儿啊，知道不？怎么留一手那叫。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年龄过来的嘞经验。一开始我不都跟你说吗？我有啥他有啥，他有儿女我也有儿女，我也有房子他有房，他的房子现在没落嘴，拖泥带水，所以说差点快就算了。那就拉倒，一拉倒。那咋这么高兴？一听大姐说都不同意，咋这么高兴呢？这是啊，那个就是从这方面传媒那个好，这是真，这是新的。就从那个语言呢、啊，和他那形态，和他就是动作多哆嗦，你说话多直啊！要是说平时他说话都能，他这种人都能呛死一个人。从那各方面，好，这是真，这是心里话。本来就对程大哥没有眼缘的李大姐，在得知程大哥没有房子的现状后，果断地选择了结束今天的相亲。而程大哥在整个跟李大姐的相亲过程中，心里却始终在想着怎么去挽回和上一个相亲对象于大姐的事情。各怀心思的两个人怎么可能会走下去呢？程大哥的第二次相亲毫无悬念的还是以失败结束了。那我就是3000块钱退休金，我这房子现在目前来讲还解决不了，那个我就是这种条件，谁能接受呢？我是让我上他那住，无论是年龄大年龄小我都能去拿。今天的这两次相亲呢，最后都折在了房子这个问题上，这让程大哥挺无奈的。他说其实以前他没觉得没房子是一个事儿，可是今天的两个相亲对象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他就又开始反思了。大哥说想想也是啊，这有房子才会有安全感呢。
所以他决定最近就去找前妻商量一下房子的分配问题，等一处理完呢，就赶紧拿着钱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哪怕是小一点呢，也能给未来的老伴儿一个家呀。那我们也祝福大哥大姐，希望他们都能够赶紧找到自己的缘分。那好，原来不晚，咱们明天再见。他找老伴儿就一个要求，打麻将坚决不能行。前期这个赌博这个事儿，给我是深受其害。面对性格开朗的他，就待着就玩儿、跳舞，跳啥舞的都有，唱歌、跳舞、排练节目。和温柔贤惠的他，喜欢打羽毛球啊，乒乓球啊。究竟谁能够打？